们的坏叔叔黄渤首次担任导演，拍了一部一出好戏。这个剧情真的所谓是一出好戏，该剧情讲的是马进欠下债务，与远房表弟小新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，习惯性的买彩票，企图一夜暴富，并迎娶自己的同事珊珊。一日，公司全体员工出海团建，途中马进收到了彩票中头奖的信息，6000万。就在马进狂喜自己翻身的日子终于到来之际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滔天巨浪打破了一切。苏醒过来的众人发现身处荒岛，丧失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。在电影里，马进是黄渤饰演，小星是张艺兴，珊珊是我们的女神舒淇，小昂是王宝强，张总是我们于和伟，我们男一号孙红雷呢？帅雷雷呢？帅雷雷的戏份全部被剪了。至于为什么被剪，坏叔叔也给出了回应，你来我给你钱了吗？没给吧，没给我不剪进去又怎么了？王迅也来讨个说法，那我这给了钱，那他还给剪了是咋回事？王磊在一旁补刀，你看都给了你钱吧，给了你钱给你剪了有什么关系？完全有道理，满满都是逻辑啊。恭喜帅雷雷起获一剪梅。不过根据现场观看的观众，感谢嘉宾里有孙红雷的出演，我们山珍哥哥最后出现在彩蛋里了。